高产，对吧？你师傅第一招第高产。假使我讲多点啥，我甲你讲到悔改，赢对周总，阿妹。阿姊妹，咱一人悔改，咱就是要把咱的周总完全谈到破除。今日我要甲你讲，悔改会好你保护，怕把你记在内哦。悔改好你保护。拍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这段圣经真正重要。这段圣经就是对一世人上帝给你的恩恩。当你认了这段圣经在过话，又不是你被恶魔鬼来控告，你被恶魔鬼来做你活道，被恶魔鬼来做你离开神，被恶魔鬼来骗你，让你心里面常常有一个愧疚感 ，guiltiness， 你欲予主耶稣的血来赦免你，来给你生命做工，你就欲明白这段圣经 ，OK， 将段圣经放伫你心内面。来，兄弟们，咱白白来谈啊！我讲错，你讲错吗？没得说，好听话呀！来，白白，我人若真家己的罪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定着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去咱一切的不义。为一摆啊，我若认家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定着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去咱一切的不义。感谢主，阿头祈祷。假使我人今早起将我家己交在你手中，我求过你性命，我心内充满了感恩，因为在你话内我通帮助，我求主你话灵教我，头发接好，在这边面每一个性命，好叫我达达这个日子，我求主你接好来面。应有主的圣名，求圣灵你亲自跟我们讲话，感受听基督，让耶稣基督的圣灵来求。阿门。圣主，圣经啊，这个圣经是予咱一个恩恩，来讲恩恩，真正大的灵来个盼望。或者俾亲自跟咱讲，咱若是认家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伊袂背叛家己的话。伊讲是就是，伊讲唔是就是。唔是东西，等于讲听的你会点知，伊永远无离开你，这是伊的信心的部分。伊袂规避的话，伊讲定着下面的罪，洗清去你一切不义。所以啊，即款看到，这个悔改是偌厉害哦，这个悔改是偌对你生命偌重要哦。等你悔改了，不是啊，你罪定着摊着下面。那像即款，我会甲你讲。等我解释就悔改，安尼坐等你多，点先你真正清楚，哈咪是悔改。悔改唔是干呐，到底话你讲出来呐？悔改是一个生命，一个生活，到底内到外，对嘴所讲的，人所做，心所想，脑所想的，拢总未有悔改的生活，悔改的证明，物件叫做悔改。哈咪是悔改，悔改就是人有早行的路，迈都行了。倒头去行神的路，等于有早行黑暗的，行一路行光明的了；有早行罪恶的，行一路行圣洁的了；有早行魔鬼的路，行一路行神的路，这叫做悔改。阿妹，同学姊妹，等你过了这种的悔改生活，了啥？你罪那就摕到赦免，一切罪就做，也就摕到宽恕。那我今跟你讲，你悔改蒙福，到底是安怎蒙福？你听清楚怎样？他们是悔改对我来重要，等你悔改认罪，然后你犯了罪，你带你主人头前来悔改，对不对？对生命必有哈咪款的改变，必有哈咪款的正经个事，来姊妹，请听。头先我就讲，悔改和贪着恩典，大家讲贪着恩典。那来姊妹，今日要注意，我要解释你听，哈咪是恩典，华圣经。罗马书第五章头一节到到第十节 ，Romans chapter 5 verse 1 to 10。
罗马书第五章头一节到甲第十节。罗马书第五章头一节，圣经上记载，我人既然因信称为义人，就接着我的主耶稣基督趁甲神和好。我人又接着伊因信趁入教当今所徛着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唔单止安尼款，就是在患难患难中，也是要欢欢喜喜，因为知影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都无不再有见效。因为所属我们人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内，因我们人不断地软弱的当下，基督都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好人死却差有人加做的。为有基督在我们人不做罪人的当下为我们人死，神的爱就大地之道向我们人显明了。现在我人既然靠着伊会迁移，就不卡咧接着伊电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人做敌人的当下，恰彩接着神的囝的死，趁甲神和好。既然已经和好，就要因着伊的生得救了。兄弟们，你注意住啊！这段圣经章的讲到咱用心去搞这稳定内面，然后注意啥物件？所以讲到，当咱人去搞这稳定的东西，这稳定要发生出功用，然后大家朋友就看到欢喜的盼望，另外神的爱，神的祝福，互你生命洁净，趁甲神和好，这几项物件就发生在你生命里面。注意下之外。这边讲到恩典，就是你开始悔改了，是吧？新的恩典领教你，新的恩典领教你，新的恩典领教你。那兄弟们，你讲到新恩典，好不是新恩典？恩典是啥物件？你明白这恩典的意义是啥物无？咱来看，到底原来的意思啊？恩典这个字叫做 charis， 来讲 charis。那卡里斯一组才特别了，那明白这文件的意义，你就知影上帝是多疼你。这文件的意义，在你中文啊，你解释怎款呢？何喜咯？何欢喜？何真正兴奋、兴奋的欢喜？将甜美、美丽、真正好的话的文件。好路 ，OK， 到底阿摩我更加明白啊！阿摩先问你 ，Charis， 这个字啥意思？你看我还来呢 ，that which efforts joy, pleasure, delight, sweetness, charm, loveliness, grace of speech。这边讲到恩典的东西啊，是讲到上帝好路欢喜。好话、祝福的话、水的话，不是骂的话，然后让你平安喜乐。所有伊的美好的、利益的、所有对你好的，拢降在你的生命里面。这边讲到上帝恩典，上帝恩典领教你的意思，就是上帝带你做罪了过后，你悔改认罪了过后。将这恩典领教，那也是嘛，要分清楚啊。上帝是公义的，一定都无义有罪为无罪，是不是？佢唔会义有罪，坏无罪。意思是讲，一个人若犯罪，定都要执法，定都要审判。OK， 但是都是因为着耶稣基督为汝死了十字架的。伊留咧保卫，伊受的责罚，何类生命就偷白？那规个情形就成冤，一人犯罪了，
还有激发在这边领导也善良，追求做这边领导也善良。但是当这激发的领导也善良，那么因为对天白上帝听爱路，伊唔敢将这激发下底的成果来面，因为将这激发先盘下底的成果白得很，咱就死个真歹看。所以上帝做了啥物件？伊叫伊个囝，伊个差派伊个独生囝耶稣基督，当汝要受这块的东西啊，伊叫伊耶稣基督伊个囝扛到伫你身躯内，踏到你身躯顶位，伊将伊个钉啊，将伊个这块拍到你个伊囝身躯，然后拍了了归还，比如讲即个人应该是犯罪，应该受规定受啊这这块。一将所有的积分倒到你的囝，倒到够了为止。等你囝白起来，用啥？一将祝福，将恩典放到你的生命里面。应该受积分的，变成免受积分；应该受积分的，倒头兵受到恩典，受到祝福，受到好的，受到平安，受到喜乐，都变变成你的恩典，用啥？你看上帝做了什么东西，他不会背叛他的信息，就是他这样的，他不会背叛他自己的信息 faithfulness， 他的重心是这样的。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公义圣洁的心，他走到心无罪，他到底无边际的，他这样的，然后如果犯罪，他做了什么东西，他将他的囝牺牲了，这个叫做恩典。咱常讲主啊，恩典恁教我，你恩典恁教我，你恩典恁教我，到这些恩典啥物件？你知这恩典是付出了偌大上帝心，这恩典是付出了耶稣偌大的代价。今日咱能把这个谈掉，这个礼物恩典，所以咱叫做白白恩典，就是白白看来咱无做啥物物件，甚至咱是做无好的，咱是做恶的，咱是做罪的。今日耶稣基督就替了咱担了所有的罪过，上帝做了。因为我讲当人之外，对上帝是听来的上帝，对上帝是要祝福的上帝，但是伊祝福未到，因为入罪，所以白掉做一个计划，将所有罪诅咒放到伊个囝里。你看到十二个顶，你大个诅咒，十二个你大个积祸积患，耶稣在你十二个顶面掌声，死了十二个顶面掌声，就是上帝多全世界的积祸，大伫伊个囝身顶。到个旧咧位置，耶稣打完咧位置，上帝开始有趁祝福伊家人，一个都是恩典。Caris 的意思就是呢，所以你今晚你看到好事的悔改，耶稣去十字架顶。然后如果本来有罪是打这个职位，耶稣提出他的所谓职位，但是就是用悔改，就是要认自己的罪。悔改就是一条路，提到这个恩典。若是你不悔改来讲，你提不到，你自己就没认罪，你无感觉你犯罪，你无感觉你需要这个恩典，那恩典要领导呢？那如果是讲无悔改、无规个悔改生活 ，OK， 这情形就是安尼款。当你感觉无需要的东西，你受罪；但是你个无悔改，你无需要悔改，你免悔改，你卖悔改，真简单。上帝定下等了，上帝积物等了，伊就要审判，审判就有罪。所以当你唔悔改，你免感觉无需要悔改，掉下一个教。上帝让我们听见这样的，所以圣经说罪恶满盈，罪恶满楼，罪恶满溢出来， OK， 这个罪满出来的东西，如果不悔改，本地的东西，贵的东西，上帝心旁边的狗，所以本来上帝准备了拍到你的囝的身躯顶面，
因为你无悔改，无接受恩典，相反，上帝的责罚就变落落你，把你犯罪人的身躯，这个就变成了背叛伊的公义。意思讲，上帝那是讲未，那是讲伊无法律来讲，伊就失去了伊的公义、圣洁。伊未使背叛伊公义、圣洁，伊才就变责罚。本来已经预备了伊囝来受着所有女的责罚，但是你卖悔改。所以这个责罚就落到到对你的生命来了，那怎么样？这个责罚那是落到你生命来，你是多可怕的一件哦！所以希伯来书一句话讲明啊，那是落到你应许神的手中，是多可怕的代志。若果落在永生神的手中，是何等？的可怕，何等的可怕，对不对？听清没？所以我讲悔改对你生命才重要。你准备为了悔改的生活，悔改的日子，能够行到对，和你无暗的路线，望乎你罪满流，望乎这积块临到你生命。等你悔改认罪了噻，每次到悔改认罪了噻，出个问题领导，都免受着这个责罚罪诅咒。反而对你谈着问题，都是主的祝福，主的生命，主的平安领导。Carries 领导的生命，所谓责罚几个咯？所谓责罚落到你主耶稣的身顶，耶稣平安。但是你唔通让耶稣打未着你这块，家己体对这这块，唔见离开你，明白无？眼睛咪？所以我讲，我暗时悔改无错，因为等你悔改了啥，你谈着主的恩典，天白恩典领导你生命，明白无？明白。眼睛咪？第二次我讲，悔改无错。都是忘恨哦，等你悔改，我咪正经发声啦，话第二，大家对我来讲，悔改贪偷盗，来一摆，悔改贪偷盗，啊，这偷盗对你生命才重要啊！咱看圣经罗马书 ，Romans 6 verse 17 to 23，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三节。罗马书第六章十七到第十三节，罗马书第六章十七节到第十三节，六章十七节，别别来看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人古早虽然做了罪的奴才，大家讲罪的奴才，当今却在心内顺服了所传给人的道理。做了有人的帮忙模范，有人既然在你罪里面谈到偷盗，大家讲罪里面谈到偷盗，就做了义的奴才。我因着我肉体，我肉就照了人的想法，对有人讲，有人负责安怎将神父献哦，不圣洁，无律法而做奴才，以致。若变作无律法的人，当今我也照样，也想判照样将全部献予义作奴才，如若变成圣洁的，因为若做罪的奴才，点声都不负责何义来约束。若当今所看的见效的等级方面结果呢，系大事的结局，往是死。当今你既然在罪人同偷盗做了新的奴才，叫有正神的规矩，那个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，有死的分数，就是我人最亚所基督的里面，乃是永生。听得清吗？大声明白，记载，那人在罪里同偷盗，听得清吗？你这样子，古早是罪的奴才哦。这罪的奴才是什么？这罪的奴才就是八条路，和路的生命到底黑暗的里面，甚至到尾八条路做罪的东西，
却无认为是罪。你做罪的物件，你却唔知是罪，甚至关系在罪中。我做了未信主的咁听，你莫再博万字害死你，呀！你古早未信主的咁听，你莫再讲讲臭话神雕的，你搞你老板笑咩咁听？或者咱叫三头鸡听着了，就停掉。人讲无是无好的，莫再。你讲个大声声，兄弟！啊，对你无信主的咁听，你的脾气啊，你的情绪啊，你垃圾的思想啊，拢种大物件，你都唔知有这些罪呢？你在做就捆绑了，现在只话你注意一件事，圣经来讲，喺古早里面见小东西都改变了，喺古早里面见小物件做做嘅物件，迄是到尾结局啥物？到尾结局就死嘅，做八条路，到尾闯去到咯，你闯得茫茫咁样，闯去死啊！闯去行入黑暗嘅里面啊！闯去生命，可能做嘢就做发生啊！所以你看你发觉怎安怎，我咧说的，安怎无代无止，我做哪会代志，无代无止，哪会家庭咧乱，无代无止，我生命都在咧黑暗，难道白白白咱起来个了？原因到底是咩？原因就是因为罪的诅咒捆绑条路，然后到个点声，迄个罪结局就发生，一种罪的诅咒，就你生命不能跟，都是发生起来，你就落到啲灾祸的里面。兄弟姊妹，这种的情形叫做罪的奴才，大家讲罪的奴才。那古早做罪奴才和罪捆绑条，你到底莫非是在你手中？真正做物件，你想要做的，做袂到的，是不是？你想要做好的，但是你做袂到，还是歹的，偏偏都去做了。你想要想好，但是你想袂出好的。那些不好的主事你才不对的啦，但是偏偏就去做出来，原因就是原因就是你做罪的路才，你和罪来捆绑着你生命，完全变成套房，所以罪死了，罪就做在你生命里面，大家知道你发生，这叫做罪路才，明白吗？那兄弟姊妹，今天圣经来讲，主耶稣套房了，你听了上帝道悔改的东西，你无再做你不圣洁的物件了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你罪就贪着偷白。你再悔改什么意思啊？是吗？悔改，你都犯罪了，罪就做开始白掉了，魔鬼开始困，容易恶的事来困掉了，你开始对你主拿钱，主啊，你管着我，下边我的罪。这个悔改，主啊，我你过悔改生活，从你今仔开始就开始无不再过罪生活。你上加物件了，你上加也增多挂断，第一种挂断，罪的捆绑。悔改什么？上加也多挂断，罪的捆绑。所以你若点点悔改啊，你把这种挂断。魔鬼的捆绑，直直挂哟，直直挂哟。那是你唔悔改，魔鬼的捆绑直直绑，直直按，直直绑，直直遮掩。你嘛直直来，直直坎坷，才能偷绑咯。搞到鬼的罪就做嘛发生咯。你爱看清这个悔改哦，这个人那是想悔改认罪，伊的生命就无停改变咯。你每当挂断的嘛，虽然你不再悔改，我告诉啊，我犯罪啊，我悔改了，但我不再犯罪安怎？你不能悔改咯，你为到挂断嘢，你重新开始啊！因为你前期了，你就把个钱了哦，对没有？你嗰个犯罪，你就把钱，他咩嘢挂断，已经把不钱了哦。所以你硬偷房哦，那是你咪挂，你自己可以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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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话做把做狠咯，做把做钱咯，你暂时都别挂咗啫，你嗰个派挂，嗰个杯嘅，你就把噶了，你冇借到啲罪行偷房，罪招咗领导，系心怀到领导。每次到悔改，就嘛上帝恩典领导，你做这块落在你耶稣身躯，你才能偷吧。你个悔改，做这块落到耶稣，你个才能偷吧。那耶稣替你担不了，所以你个才能偷吧。这恩典，等你唔悔改，这罪就是白的咯，是白的咯，是白的咯。那兄弟们，这人个想悔改，一生命都改变。
这世界无情罪是耶稣未改变，这世界无情罪的捆绑是圣灵无情偷绑的，这世界无情罪是耶稣的宝血无情下面的，无只有爱悔改啊，愿意和魔鬼打仗，那就不变了。我对记啊，十几岁了，只差不多十二岁就开始有人烧红旗啊，烧烧头烧，头头烧了，变到搞到要光明正大烧，搞到后来变到拿红旗去除烧，你知道？啊，烧烧红旗了，那有人烧干呀，铜锣子啊，唱那嗰啲鬼道歌、鬼道音啊、老音啊，啊，不拍啊，你知道？搞个新耶稣来教会了，之后后尾搞个做啲耶稣来，然后后尾都拆个彼得，成个像砖呢，很整齐呢，你知道？我都看，睇看把师傅揸成个像狗呢，你知道？啊，一拆一拆，嗰啲又都骑住 lighter 来边啊，做个像野呢，你知道？啊，来教会聚会就唔知啊，情景来，你唔见个拖起来，因为人哋都装啲杀鸡皮啦，又木梳看掉啦，即系都未人谂做啦。搞个新人而家离开地，你知唔知啊？虽然感动我，特别惊到张唔见。当初到底这里奈克会做干嘛？你知道？奈克会死皮噶啦，到底到底一开始咁啱咩料当中是乌烟瘴气，就搞到红旗人噶啦，你知道？啊，这上机人啊，到底红旗人变红旗人，点样对人，点样对派家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？人家全派家，那这上人仔啊，罗汉大志啊，是对数啊，红旗头这里就包皮啦，不要，那个饭后一支烟，快乐不神仙，对吧？啊，跟地上在就放晒咁样啦，你知道？放晒在就上机啦，你知道？啊，这得笨死啦，未惊啦，你知道？啊，到家做哪个？我先咁同阿惊，我上只阿惊就唔见又冇啦，冇只阿惊就，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。但是为啥话？我那一烧都对个咪心内拢坎坷，老未解做个运动话，啊，佢在停油，啊，未单佢在烧，烧咧心佢在坎坷，佢在求助助我运动话，时间我系醉啊，我佢在解挂嘅。解挂者咧，人家无辜，哥仔笑，不过解挂者，刚刚日日啦，虽然大大感动，我骨掉你惊咯，足足惊咗一礼拜嘅啫，惊咗一礼拜啊，慢慢淡，慢慢淡，慢慢淡，因为人家心咧慢慢淡，因为人家未记咧，人家讲一礼拜佢嚟笑对，即笑成咁笑咧，我佢哋咩讲，咪四百几多，啊，俾佢做工咁样，咪咁做工咁样，有咩就先嚟拉得，我哋记翻咁先，即加啲吹，点数吹咁样，虽然我讲。我的心裡面都真的心感動了，懊悔了，落何悔？我想一個一個無用的人，我想一個無信的人，我想一個對不住上帝的人，做一個背叛上帝的事，我因你要做這樣的事情，真的感動了。一句話都不是因上帝說，不怕呢？你怎麼一句話都在心裡面懊悔了？我定無故自我說，好意思你悔改，悔改讓你心裡定的，對不對？当一只只悔改啊，一只叫表一个正经，我心就是债罪、对罪懊悔的心，是不是？我唔呀是产生咧懊悔的心，我的心内真正痛苦，我捉掉咧心用去剑甲钉掉咧心内个，从今开始我决定主啊，我唔爱个想了，我今年做了一个最后到来悔改的时候，我得胜哦，我到底这里。哪一家外面咧，特登要 end 佢哋英雄啊、朋友啊、小 customer 啊，如果咧站到都摆住摆住，我系成日掂咧红机啊，系多咧话，无数啲机啦，本出来啊，红机人仔啊，无数啲本出来无接咧啊，本来住我喺边啊，如果系朋友咧数，阿无咧就是家己黐位先，我一再叫何你掂啦，无接机我系外面啊。安尼款无悔啦，无辜，我就完全对个啦，无羞愧。即你感动我，同你所在表示咯，我就走去做拍肩胛，从你开始要改变。那兄弟们，我若是讲无悔改，无改挂对，永远不是小人物。每次当我改挂对一下，我就谦卑了；我改挂对一下，就灵异了。我来挂对只鞋，我来偷白，你都明白哦。所以，我那是讲生命里面有啥物罪啊？你都要尽量解挂呀，挂只鞋，挂只鞋，越挂就越浅，越挂就越灵敏啊。刚刚自己都挂个魔鬼无拉皮咧，怎么想？一拉皮就来皮浅，上帝灵拉皮来皮强，你都赢不了。
你若是无怪呀，无悔改，永远未通超万。所以一个若常悔改，一个悔改，唔爱去灰心，因为上帝稳定教人用，咱自己解挂，自己解挂，总有一日完全得胜的。唔爱停止悔改，盲听魔鬼的诡计，叫咱人爱悔改，因为上帝爱咱悔改，圣灵会帮助咱人。阿门。当你无停止悔改，你就无停止改变。阿门。感谢主啊！来，我看最后，哪个情况是偷盗这字？偷盗这完全的意思叫做 L D A U 啊 ，D O， 大家来看 ，L U D O， 眼睛嘛，这句话意思上面，华语呢，加简单是自由释放魔鬼呢，看不出来物件。阿摩尔罗斯还要加清楚 ，to make free, set at liberty。From the dominion of sin， 他们是 dominion， dominion 是主管、掌管、管理、管定、管势的意思。意思讲，本来你带着罪捆绑人、绑掉的罪管势绑掉我，但是今日在悔改呢，你都 L U D O， 即系悔改呢，你都逃跑带着罪。一关系谈条完全的头脑，明白吗？明白啊，下注。来第三来看，大家就来讲，悔改谈丰盛。那丰盛啥物？丰盛对生命无好咯，生命改变咯，生命有灵力的性咯，这叫做丰盛啊。Colossians， 哥罗西书新约圣经。New Testament Colossians 哥羅西書頭條第九節到十四節，哥羅西書頭條第九節到十四節，哥羅西書頭條第九節。聖經講因著安尼款，我人自從聽到為止，就也就為你人無停的祈禱祈求，願人把你一切的屬靈的智慧加我身上。我有在亚时的旨意，好叫你人家属以前对起主，凡事忘记起的，把一切的善事上结为止，渐渐坐在亚心，叫了一关一了一关人，趁着各样的力量加力，好叫你人凡事欢欢喜喜。你唔爱群养，要感谢主赐命，叫我人趁个精神多在你军队光明中趁到自己，你叫咱人脱离黑暗的关系，将咱人搬嚟个搬，将咱搬到爱家的国内，我人特别爱家内趁到趁望救恩最高趁下边，之外，我老公就是将亲的尽力了这边讲，你讲到。等我听到上帝话了，然后我知影神了，我开始过悔改生活，是不是？第三章，凡事对起主，凡事妥心欢喜，把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一个悔改生活。等过一个悔改生活，看到啥物？看到自知影上帝真理，然后看到力上加力，这是不是一个得胜？赢过。得胜的灵力，生命充满灵力，然后他就上帝欢喜，啊，忍耐宽容，各大的圣徒、正圣在光明中谈到三幺二幺，唔单止你看，本来在啲黑暗的势力里面来管理了的，今日因为你悔改了，上帝搬入在啲黑暗的势力、黑暗的国的里面。直到伊爱子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里面，你开始谈到救恩、救赎、罪，谈到下面哪块？这是波罗讲的呀。波罗讲的啥物件？哪块去谈丰盛啊？为着新的生活，在你主耶稣里面无放生活，就是悔改。等你悔改的当下，上帝搬你本来嗰啲恶的、罪恶的，在啲坎坷的环境。望喺三万嘅世人里面，搬入去到耶稣嘅国里面，谈条祝福平安喜乐，啊，永远嘅欢喜快乐，
最后他的下面完了。那暂时在搬过月亮上面生命就是立而来立的天啊，立上加力。阿们啊，阿们啊，悔改比这个重要。意思说如果说不会改变，生命没改变，就需要悔改。那是大家只为一个悔改的生命，有一次含你是悔改，悔改不是只言语，言语是一个开始，话是一个开始，祈祷是一个开始，主要的问我写在我的全世界开始，当我祈祷了背后为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为一个悔改的生活，为生命都完全改变。你就要有第一个头版了，你就看到卡里斯稳定，两位生命开始放生起来，感谢主。人之外，悔改还没属于梦想，因为悔改会贪的稳定来讲，贪稳定，悔改它的头发，悔改它的心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